难民来了，他来我们 second 这边住，他们无家可归啊哈。他现在他之前睡天桥了，然后跟人家赶，他就跑来 second 那个凳子那边睡，很可怜的哈。啊，有3000吗？给点哈。他没有喝醉，他没有喝醉。他晕了，我没有三千了，少了。我不醉，我不醉，我不醉，不醉。你醉了吗？我不醉。我是很久没有吃东西，我差不多饿死了。我醉了，找到了。呀，再改想一改，改想一改那个女生美了。如果完全给你一个吻，你开心吗 ？Belinda 美吗？没有 ，Belinda 美吗？开灯找了我，我老了。Belinda 没有 ，Belinda 回去啊！我不会发现到你看不到我，因为我一两张高的，大灯。我没有人开高灯。我就转那个而已，因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灯跟你看到。可以可以，满千性感吧。满千不性感，他没了。他怎么这样美呢？啊，我就是美。你该有包他吗？搭他肩膀而已，搭他肩膀，怎么你不抱他？哎，怎么你色色的？你对喵喵有兴趣吗？一点点兴趣都没有。那你对怡芳有兴趣吗？怡芳还一点点。怎么一点点呢？你不是喜欢怡芳了没？这样，谁是你心花想的对象？你不是喜欢怡芳了没？Belinda 走啊 ，Belinda 走啊，可以讲。你不喜欢怡芳，你就要去追她。哦 ，Belinda 走啊 ，Belinda 美吗？你觉得 OK 吗？没有在了，不要讲，你们录起来的，没有，就拍照，这个拍照，没有的，不予置评，说啊，哎，潇洒点好不好？你是不是男人？对啊，美就美，不美就不美，不予，他不应该用美来形容，他用什么来形容？不知道，但你讲下谁跟哪一个女生是你心中想要对象？一个都没有。怡芳呢？但有男生嘛？婉欣哎，婉欣。不是。黑山呢？不是。我这是谁？不知道。除了怡芳，这边还没有醉过，这边没有。除了怡芳有一点点兴趣，婉欣呢？婉欣啊，还好。怎么？是婉珍还是婉珍？那如果怡芳跟婉欣，你选谁？我觉得你有一点 broad bear 倾向哦，你再不讲的话。两个都要啊。哇！两个都要啊。要录起来哦！如果给你选择一夜情，你要怡芳还是婉欣先？两个都要的呀！哇，两个一起上啊！哇，你够贱呢！那是爽哦，爽不爽？爽！手机不要停啊！啊，你的妈妈的。手机不要给他停！哎呦，有东西拱起来了！我说说。站起来了，他站起来没？听讲站不起来，我生亏了哦。确认一下这个妆是谁？好像一点醒来了，好像一点醒来了，一点醒来了。哎，你懂？你还欠我200块吗？这时候还那个点。喵咪啊！跟他玩一票。他傻了啊！叫他玩一票。你去 PCV 买的那，你去那样买的 Pad 不见了一个哦。是啊，你不行，你回去看看。你70块要不要乱来哦？70块不了吗？你给得起？不要乱来哦。你怎么乱来？我呀。要你啊，回房间啊。回房啊，怎么了？你要回房屌啊？回房过来屌哦。